张开，放着，膝盖靠在手肘上，维持平衡。可以吗？呼。来教各位头顶的头手倒立，手用这个地方靠在地上，然后手打开抱住头，用头顶顶着头，顶着地上，这样子顶着地上，然后这边成一个三角形，然后脖子用力的撑住，然后脚用力踢踢上去，然后先走路，然后找一块。回在家里啊，拿一块一条大的毛巾折起来，有一点厚度，放在地上，然后手这样三角形靠着头顶的，好不好？脚慢慢走上来，抬起来，然后踢，拿起来，看脚，踢，再来，脚走，屁股走高，不要这样。屁股这么低上不了，要很高，把脚抬起来，然后踢，就停住了。